Hello， 好，我是胖胖啊，今天我又来发视频了。昨天那个视频有点小热，而且那个视频也是一分多钟，所以我今天的视频也是一分多钟，而且也不打算再剪到一分钟以内了，因为剪掉的话，那都是我的动作呀什么的都会剪掉很多，这样的话你们有点看不清楚我是怎么做的。今天做的这一款，当时我做的时候想法很好，这有几朵花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一个很幸运的数字。以前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七龙珠？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召唤神龙，实现一次愿望。我的这个也是差不多的意思，代表着幸运，所以我今天用七朵金橘子做，再搭配上满天星。一开始我想用那种没有开放的那种满天星，后来感觉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又换成了这种开好的，感觉搭配上真的是绝绝子。如果放在手机壳上、手机上，那是更是漂亮的，没话说。不管什么颜色的手机，都可以轻松驾驭。